土城一贯道基础中树瑞州天会道院在土城青云路上新建道院举办开工典礼。天气严寒，但道亲还是远从各地而来参与盛会，并且邀请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做嘉宾见证重要时刻。啊，所以咱去这道场了，就是要做一个中心，啊，要来推行啊咱这个社会去啊，哦，会当呢，和咱的囡仔，大家有这个正确的理念，大家有道德观念，会当来做了这个好道做起，哦。啊，咱呢会当做一寡慈善事业，哦，比如讲来这个老人共餐呐，和老人有好的所在，通过来这个讲休闲呐，啊，不但是安尼呢，而且呢，咱有做一寡呢奖学金呐、助学金呐，哦，啊，是讲岁末关怀，啊，会当呢和这个社会带来呢大家啊更加呢幸福。咱一贯道，咱的道亲，咱有社会教化这个一环，咱含社会整个环境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完全自由在怀，让我们社会会更祥和。接着请南仔做可亲，对咱社会作大作大的贡献。一贯道信众众多，这次选在青云路靠近山区的地方修建道院，除了是让参拜的道亲就近修行之外，也希望发挥道友的力量，回馈社区，办理长辈关怀活动，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以宗教信仰为出发，做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并要发出悲天悯人、济世度众的信念，不分彼此，推动道务，阐释道义。中嘉新闻林立如、李家豪、土城报道。